最后六张炫下票，年度重磅活动，勇敢走出舒适圈，突破圈层，扩大人脉。你有没有这样的困惑？如何突破职场瓶颈，走向更高的层次？如何找到方向，找到一个可以追随的榜样？现实中，光有努力是不够的，我们还需要指引和榜样。但在职场环境中，这样的榜样难寻，我们时常因缺乏参照而迷茫，甚至怀疑自己。这次机会来了，与微软高管烂易面对面交流，学习他从普通项目经理到微软 Corporate Vice President 的真实成长故事。他将分享如何突破职场天花板，如何领导全球团队，以及如何在激烈的竞争中脱颖而出。这不只是一场讲座，更是一次深度对话，帮助你找到职场方向。更重要的是，这次活动也为你提供了拓展人脉的绝佳契机。现场已经有多位 partner 级别的经理和招聘经理报名参与，你将有机会与他们面对面交流，拓宽你的人脉圈子，为未来的职业发展打下坚实的基础。机会不是等来的，而是主动抓住的。想要更上一层楼，你需要迈出舒适圈，像那个层次的人一样行动。烂易的故事将成为你成长的动力，帮助你看见光，追逐光，最终成为光。时间就在明天，10月27日周日下午3点到5点，地点 Redmond 酒店会议厅，票价$50 donation to Career Up Club。 最后六张线下票，名额有限，报名从速。关注官网首页，扫描二维码，开启你的职场新篇章。